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猫。上次咱们用了288个碎片换了个墨者的龙骑士，那是一个悲伤的经历。然后还剩下1860个皮肤碎片，让我看看这次换什么。好了，就是你了，整个峡谷最骚气的男人。这个新纪录战队88个碎片史诗级皮肤的价格，瞧这微微上扬的嘴角，充满了自信。很明显，这个建模吊打288的龙骑士。你说你龙骑士拿什么卖288？拿你那干瘪的屁股吗？对于永恒钻石局的高端排位啊，王咬金一定要懂得扬长避短，毕竟这个段位的水是最深的，稍微一个不留神，那基本就是金毁人亡。你们看我这个血量啊，面对满血的虞姬就是回家，为的就是等到四级，用程咬金的超级被动配合上大招的回血，将血量压制在一格内且不死。你们看看我这伤害是不是爆炸了，连斩杀都用不上了，轻轻送走。怎么样，咬金的精髓你们都学会了吗？像碰到这种狗在塔下的情况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叫上三五个弟兄，保准吓得他魂飞魄散。然后接着顺便断个兵线，毕竟是永恒钻石嘛，做法嚣张一点，因为这样的话对方就看不惯，从而上门送人头。顺风的节奏就是这么带出来的。顺便说一下这个皮肤啊，虽然建模可圈可点，但是你没有特效你就敢卖88？你告诉我你拿什么卖88？拿那上扬的嘴角吗？怕不是槟榔吃多了吧？来打我。好的，我们克制一下，血量不够低，忍一等，再忍一等。好的，开打。这时候的程咬金啊，无疑是最强的。来呀，互相伤害呀，你跑啥呢你？嚣张！再给大家来个更嚣张的。估计整个峡谷可以这么嚣张的，也只有程咬金一个人了。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咬金的出装啊，依旧是我最爱的半肉装，魔抗鞋、斧头、不死鸟之眼、无尽不祥征兆、极寒风暴。至于咬金的打法吧，那就是相当的简单粗暴了，见面就是干，有大招那就是爸爸，没有大招就狗到有大招，那还是爸爸。They said we've both been dancing all this time. What a coincidence!